欢迎继续收看《台湾经营录》。今天我们棚内现场的是我们单业集团的总经理柯子凯，柯总经理。前段我们提到说自己第一家店面的一个开创的一个过程，其实后来的是你的事业是包括这样一个连锁店，就是把这样一个冰沙的一个成功之后呢，能够开放给更多人来加盟参与。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些选择？说从自己也经营这个店面哈，后来想要开放给大家来做一个加盟，那时候的一个缘起是怎么样？是，当然出发点其实一开始。根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连锁加盟这一块。那是在我们第一间店成立在成立大概2007年，然后那时候就陆续开始有人说，觉得你的店装潢的蛮漂亮的，然后你的产品也不错，那我可不可以来加盟你的店？透过这样子，他也想要赚钱嘛。那时候完全没有概念，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往外推掉，推掉，不可能，因为不会嘛，不知道怎么经营。那好，那又隔了一年，我就想说，那在这一年业绩慢慢成长了，那我自己又跑去开自己的第二家的直营店。那第二家的直营店在2008年的时候成立，那在一成立的时候，也是又开始又有一大堆人来问这个加盟。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哎呀，那是不是说可以把这个事业做大一点点，然后也让更多人来加盟我们？甚至在那时候，我们其实前几批的这个要加盟的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的员工。特别他可能在读书过程在我们这边打工，甚至说来我们这边当正职，可是他也希望说他自己也有一个梦嘛，也想要创业嘛。是，对，所以我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就记得说因为不会，所以开始就加入了一些这个外贸协会啦、加盟服务协会啊等等的这个协会，那他们有一些相关的连锁的课程，那我就在那个时候跑去上课。那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跑去上课，那所以我们真正开放第一家加盟的时候是在2009的时候。对，所以开放加盟之后，当然跟过去自己经营的方式就有点不一样的。是，那时候开放加盟之后，在整个运作上面跟自己开店自己去采买这个经营的方式，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开放连锁加盟在那时候我们就希望说招牌是挂我们的，品质当然也要像我们一样这么的稳定嘛。所以尤其在连锁加盟的部分，我们都要求他一定要来我们公司上课，那并且要通过我们的考核。对，那在这一块我们还蛮严格的。是，那甚至说在于一开始，比如说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说希望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品牌，让品牌的知名度扩大，那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加盟的行业去赚到钱。那有时候会觉得说自己创业都不容易了，还要让人家来加盟创业。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最初的出发点，我们就是说我们不收任何的一个权利金啊，那他甚至加盟之后没有任何的月费之类的，那只单纯的就是购买原物料会产生费用，在这个部分可以降低成本，然后让他们可以得以说永续经营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的初衷是这样子，到现在其实我们还是维持一贯的一个做法。对，这个是不变的。之前大包括政府单位还有一些企业也在推这个所谓的连锁加盟这种方式，是不管像是超商啊，或者说其他又有很多这种是连锁的方式，是像早餐店等等。那其实后来也引发一种叫解约潮，就是出走，就是说当初他加盟之后，后来发现在经营上面很努力赚了，常常发现有状况就是说他的营业额很高，是可是赚不了什么钱，是而爆发这种出走潮，就是抛弃原本所加盟的这个体系，独自成为他自己的一个店面。这个部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那你怎么样看待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会发生在我们集团里面？是，像我们公司的话，第一个就是怕说加盟主有时候出走这个解约潮，通常是当他变成了加盟孤儿的时候，没有人理他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他才会去解约嘛。不然大家都是希望说依附在同一个招牌底下，在这个招牌，然后可以顺利的去赚到钱。好，所以在这个我们公司的情况是绝对不允许让他变成市场孤儿，包含我们每个月的两次的说一定要到店辅导。那甚至说他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透过我们0800打回来总公司去做客诉的处理。好，当然这一点我们是会去把它在客诉上去做得更完善。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在原物料提供的价格，你一定要低于市场的行情，
不然说他时间到了，他都学会你的技术了，他可能就可以自己去自行创业了嘛。但是在我们公司，在这个部分是几乎是等于零啊。好，除了说他真的是自己做不好而换店移点的，不然在我们现在开了这么多家，还没有遇过这个解约潮。对，那我们想这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不让它变成这个加盟的孤儿。那再来在原物料的部分，我们可以提供这个更低价，然后品质更稳定的一个产品给他们。对。那对于其他一些加盟主来看，他有时候会觉得说，我跟总公司订这些货，好像又被总公司削了一次，剥了一层皮。是。那像在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样控管，不要让这样的事情让加盟主这样的状况发生？对，因为其实这个在台湾来讲，这个原物料的价格都还蛮透明的，所以透明对于我们来讲是好事，因为我们不怕比较。像经过这个早期一点的毒奶精事件、塑化剂事件，到最近的这个毒珍珠事件，在这几次的事件，我们公司都是全身而退，甚至说在塑化剂的时候，有这个媒体朋友来我们公司采访，反而在那个时候我们业绩大大的提升，好，因为我们使用的原物料就是说一律一定要这个检验合格证明，甚至说在这个原物料的一些规章，我们在事先我们都会放在加盟组这边，只要有人来采访或什么，我们都可以马上及时的提出。好，那在当然我们选用好一点的东西，成本也会高一点，但是就是因为台湾的市场很透明，我就让你去比价。那反而他们会感谢总部，原来你提供我的是好的产品，但是你的价格不是说哄抬卖很贵。对，在这个部分我们公司比较觉得说为这个薄利多销，但是让这个品牌能够永续的经营甚至壮大是我们的目的。是。那像很多加盟店他就规定说一定要向总公司来，所有进货的部分都要透过总公司这边，他自己不能再去做其他一些采买的部分。是。那像我们这边怎么来做这个部分一个规定？对，像这个部分其实同质性的产品的东西，我们会配套几间协力厂商来做配合。有时候 A 厂商会比较贵 ，B 厂商会比较便宜，加盟主可能就自己可以去跟 B 厂商叫。但是我们就是指定说市场的品牌一定是要这些，因为怕说他使用了我们没有认可的品牌，万一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这个会影响到整个商誉的。对，但是我们提供了几家让他可以去做比较。好，那确实有时候在北中南的盘商，有时候的定价会依着它的一个区域性会有不同，所以依着他自己的进货成本有时候会不一样。但是我们控制的就是说这几家我都让你叫，但是起码在我们规定的说它符合台湾的这些卫生检验的这些证明。对，那其他的部分像一些新鲜水果的话，我们甚至允许说他可以到市场去买，因为这个是蔬果的部分比较不会有这个不合格的检验的问题。是，所以也让这个加盟主他有一些空间，他自己自行采买这个空间，而不会都是一定要由总公司这边来进货这样子。是，没错没错。那像我们了解说，在整个这个经营的过程里面，其实公司在对于加盟组的一些想要加入其实有一些限制哈。是。有一个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年龄的是限制，这样像只要超过40岁就没办法加盟成为加盟组。是。这个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本身团队还蛮年轻的啦，大概都是在30岁左右。那30岁左右，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有时候你要创业，其实创业我觉得是决心啊，但是我们尽可能的是说跟着我们的年纪相仿的比较好沟通一点，但是其实不完全是说超过40岁就不能加盟，所以我还是有机会，这样还是有机会。我们确实还是有一些超过40岁以上的加盟组做得很好的，那我们这个部分还是说经过总公司的一些考核，然后来确认他的决心。那最主要说会把这个40岁定出来，是因为饮料店其实是还蛮辛苦的行业啊，你可能早上7-8点就开始准备煮茶，然后对一天很热，那到白天中午又要骑摩托车去外送，那甚至到晚上饭都来，到下午饭都没有时间吃，对，这个情况常会发生。那体力的问题当然也是要考虑的，对，所以才会有觉得年轻人比较会有活力这样子。是，其实我们到总公司去采访的时候，看到真的很多在总公司的一个营运的人员，其实都相当的年轻。是。那时候怎么去组成这个经营的团队，能够在整个加盟事业上去帮助你去推动这个部分？是，
在我们公司其实现在因为已经成立6年多，快7年了。那在这个时间点上，其实我们很多很早期的这个伙伴到现在都还一直跟着我们。那我想就是说，不断的在我们公司不断的去创造出可以获利的部分，甚至不断的去创造说让他们薪水可以往上提升嘛。那再来公司有一些新品牌的不断的创立，在创立的时候他们又可以。也许他这个饮料店做到一个瓶颈的时候，他可以再去突破，他可以跨行到我们的烧肉店，甚至说我们的意大利面店。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提供舞台，然后让这些年轻人来发挥。那我想物以类聚，他就会更跟着我们的脚步走。那这个也是我们公司在现在比较想要塑造的一个形象啦，就是说，公司的团队确实都是30出头，然后大家都很拼，那也很努力，那大家心中也有当然有一个梦想嘛。那我想我自己的梦想应该圆了一半了，那开始我帮他们去努力的去帮他们架构他们的梦想。对，所以你带的包括你自己也是算7年级生，是在现在很多人会说啊，7年级或是8年级生其实是算草莓一族这样子。是是是。那你带领这些年轻人在整个开创这个事业的过程里面，是是是，你对这些年轻人，你怎么来观察他们？对于现在的这一代新的年轻人，如果他们以后他也自己想要创业，也许现在在念书，他日后也想要走创业这一块的话，您自己的观察，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是，其实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说，决心是最重要的啦。如果你没有决心的话，那即使你运气很好，你创业了，可是创业要维持，要之后持续后面的一些经营管理上，可能你会面临到比如说人事的问题啦，或者租金调整问题，或者商圈转移的问题，每一种种都是一个考验。那万一你的决心不够的话，你就会被打败而进而退缩。那更有时候从1到9是已经创业后了，1到10是已经创业后了。可是从0到1这一段，我觉得说也很重要。那我自己的话，常常我自己都跟我的员工分享说，真的，我那时候是一天就可能是睡3-4个小时，然后一天做3个工作，才辛辛苦苦存到这20万才创业的。那我想，如果你要创业的话，你想要加盟我们的话，就要跟着我一样有这些决心。所以有时候从0到1，他的心态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内心就不能是一个草莓族，说经不起外力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甚至说工作的一个劳累，是这个都必须要有把自己武装起来。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应该再跨到武装，武装是外表的，但是他内心要像石头般的这么坚硬，这么坚强，因为有时候真的在创业的过程中，挫折是太多了啦。对，就。印象也很深，我自己在摆这个路边摊的时候，那时候那个警察来的时候，是那个衣服要赶快包起来，跑着让警察追的，是就怕他开了一张单子给我们，可能今天的收入就都全部都没了这样。对，那有时候你看没有收入不要紧，有时候还被开了单，那就真的是很挫折。那甚至到我们开烧肉店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比如说还是比较小一点的厂商嘛。那在原物料厂商在供应我们东西的时候，可能就会在一样的东西就供应给我们比较贵，那我们的成本就相对的垫的比较高。对，所以有时候种种的挫折啦都会产生的。所以也是要提醒现在年轻人，如果要创业的时候，是要那样心理的一个准备，耐得住这样一个挫折。对对对，是那一个困难这样子。对，对我来讲，最近我们常常听到说几 K 几 K 嘛，然后去培养人脉，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在我而言，从0块去存到20块，他就是没有这个决心的话，可能今天就不会说有想要创业的念头。那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啊，创业好像看人家成功很简单，看人家开一家店很简单，但是往往开一家店是非常容易的，没错，但是在维持或者维持之后的再创新再突破啊，这个部分会需要有很大的决心，那再来还有一个热情这样子。对，的确是像市场的环境是不断的在变动，是那对于店的一个经营的挑战当然是越来越多。像我们可以发现像这个手摇茶店或是像是饮料店，虽然当然夏天的时候是热卖的，但是
面临其实有更多的品牌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加入。那在这个部分，怎么样去让你自己在这个冰沙店这一块领域里面，能够永远占领那个一个很好的一席之地？这个部分你怎么看待目前有了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竞争？好，那在这个部分，我想，我们这种行业，饮料店这个行业，其实在我创业的时候就已经很竞争了。那时候统计过，光台湾的饮料店可能超过20,000家。那这个20,000家，应该说市场是这么大，也是这么的，已经说算饱和了。可是我觉得说，永远没有饱和的市场，只有说你不努力，不去突破，只要你能发展出新的产品。推广出这个推陈出新这样子，市场的消费者就会不断的去刺激到嘛，那刺激到他就不断的再消费，所以像我们乔治派克的部分，在一年四季都会推出新产品，也在四季上会做出这个不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怎么样这个方式能够有这个新产品的不断的推陈出新呢？好，比如说我们春夏秋冬，好，到了这个冬天可能比较冷，大家都会想要嘴巴吃个东西，那时候我们就会推出热的珍珠奶茶的一个活动，好，那可能在价格上会调涨，或者在买二送一之类都会有一些行销的方案。对，那在于新产品的开发，我们自己有成立一个研发室，这個、部分它大概每年会提供我们大概7-8支的新产品去供应到这个市场，那甚至我们会把一些卖比较不好的市场产品去做下架。对，所以让这个架上的产品是有不断推陈出新，有一个变化，然后让这个消费者能够有新的一个选择。对，这个部分在目前这个手摇茶这个饮料店的一个经营上面，这个部分重要性很高吗？我想它不断的刺激消费者是绝对要的。那在我们公司还有一个部分是说，我们比较强调一个热情，然后一个服务的一个概念。虽然我们只是一杯20-50块的一个饮品，但是他来买这个饮料，他就是我们的老板，所以老板不是我，老板是我们的顾客，所以我们希望说他可能真诚的对待每一个顾客。那甚至说，我们很多顾客，他只要每天车一停到我们的店门口，久了之后，他每天来就是固定要一杯黑咖啡，所以我远远看到他车来，就黑咖啡就可以开始制作了。对，那甚至说我们也有很多固定的客人，他只要时间到，比如说中午固定的清茶6杯就送到什么地方。对，那这种客人我就觉得说，在我们服务业来讲，尤其是饮料店来讲，要不断的去栽培，然后让这些客人变成我们很基础的一个很扎实的，至少说他未来也会帮我们宣传嘛。对对对。我有一次到我们这个店里去做采访的时候，我看到店面那个墙壁上面贴了很多，是有点像这个客户的一个编号哈，现在名字以他可能一些会有的一些习惯，是或是他一些积点的部分，是都累积很多在这个方面。其实这在客户管理方面，其实在目前来讲，不管是我们这个餐饮业还是服务业，都很重视所谓的客户关系的一个管理。那这个部分你有什么的想法，能够让整个客户更关系跟我们这个店面之间的一个关系是更加的一个紧密的？像就如果饮料店来讲，它是比较属于区域型的一个消费方式。你要买一杯饮料，你不可能骑摩托骑了很久而去消费嘛。对，它比较像这个便利商店一样。那在于区域型的一个经营上，它等于就是说，等于来杯的东西，你的触逼了嘛，亲朋就是住这附近的人嘛，那所以住这附近的人会常来消费的时候，你就应该想说如何留住主顾客。所以在如何留住主顾客的时候，不管我们在下雨天用外送的服务，或者是他常来，那常来我们要记住他的消费习惯，甚至说有时候跟他聊天个几句，哎呦那个换了新发型，跟他聊天一下，那让他觉得说你是他的日常生活的一份子，你就变成他的朋友了。对，所以变成说有这个连结的时候，他可能每天经过下班经过你的店，他都很想要进来跟你的弟弟妹妹哈拉一下，打个招呼，好，跟店长 say 个 hello。所以这个是我们经营的一个区域型经营的一个管理方式。对，所以这个是让客户能够长久存在啊，对我们不管是对我们店的一个关系感情，其实说慢慢去建立来是一个部分。是，那这也是经营在整个企业长远的一个经营方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环。是。那这个是过去的就是一开始发展
吉斯坦是个冰沙店，那对于你的餐饮梦来讲的话，是这是目前其中的成功的一个踏脚石。是。现在你刚好提到说，其他更多的一个餐饮的事业，目前正正在扩展当中。是。这个乔治派克成功之后，后来你也成立了这个丹野集团。是。那在集团里面，当然就是以餐饮为主。是。所以在冰沙之外，您后来想要扩展的一些，包括现在其实已经有新的品牌出现了。是。这个部分怎么样去选择说，在乔治派克之后你要卖出的那一块，怎么样选择说我要进入到底是哪一块的一个餐饮的领域？是。像目前来讲，公司还是以餐为主。那餐厅的部分，我们目前从乔治派克出来的第一个品牌是叫木岛烧肉。那这个木岛烧肉，我们是走的一个比较精致高档的烧肉专卖店啊。那这个时候也是回到我小时候的想法，希望说做出来的东西让人家吃得很满意，这个部分就会很有成就感。那我想这个烧肉店开了之后也蛮顺利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开始进行说一个意大利面一个餐酒馆的叫做乐昂咖啡的一个产出。对。所以这个是说在整个更扩展在这个饮料之外的其他在主食餐饮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慢慢去扩展你的版图。其实在你的经营过程里面，你有提到说您其实你有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是戴胜义，是这个企业界也希望说自己成为戴胜义第二这样子。是你看到戴胜义他在经营这个王品这个部分的话，他对你到底这个他的经营的一个成功的经验给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在整个经营的过程里面又如何从这里面去汲取你未来经营想要达到一个目标？其实也不见得说我要成为戴胜义第二，其实我们希望说我们变成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丹野国际。但是在这个市场上我们希望说有一个目标让我们可以去做追寻这样子。那团队们都还蛮努力的啦，所以有一个老大哥在前面当一个好榜样，那我们这个小老弟就紧跟着这样子。那也希望说我们每创了一个新品牌都能像这个戴老板的事业一样这么成功嘛。是。所以像戴胜义在从他身上你学到什么，是觉得他这个部分可以供大家一起学习，不只是你在经营上的一个参考。是。你觉得哪一个部分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是他有一个这个海豚哲学，我觉得是很棒。那他里面强调的其实就是分享。对。那我觉得说分享就是说有时候在于我的部分，公司只要我们会设定营业目标、营业净利的目标，只要达成以后，多的我们就分出来，不管是工读生、店长、督导、品牌经理，都能分享这一个即时的利润，而且我们是每月分红这样子。那希望说透过这个分红制度，能让他们自己能有所努力，让自己的店能够这个营收能够更创新高，那利润就会更好，他们的分红也会更好。是这样，其实不管是员工还是店长、经理人等等，其实也会比较那个冲劲，知道说他这个努力下去，其实其实这个样的收获，其实在眼前就可以看到。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的一个方式。是，所以对未来你自己的餐饮的这个版图，你自己对于餐饮的梦想是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是你现在脑中里面存在一个餐饮的一个版图。是，其实我们自己有一个计划，就是说今年要开到第七个品牌。那在于明年，我们希望说这七个品牌都能同时的发光发热。那再来是说我们更放眼的一个对岸的，甚至说东南亚，只要有华人地方的市场，都可以是让我们去发展的一个区域嘛。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不断的扩张去发展，让我们底下的每一个员工他都能够得到他应有的，甚至说更高的一个收入。那有时候就是有这个也是一个我个人的一个成就感，看着大家一起成长，那就蛮开心的。对。那你刚才一开始有提到说，小时候对这个自己喜欢做这个，低柜这样子，是。到现在你这个整个餐饮的版图慢慢在扩张之中，我想从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就是说，在餐饮对餐饮这个字，或是说这个事情，是小时候的看到自己或自己在做的那个过程里面，跟现在经营事业来讲，餐饮这两个字在你心中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了，或者他们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小时候自己做是自己做给自己吃，自己分享给家人吃。那到现在我们是做给社会大众吃。那除了做给社会大众吃之外，我们有请了很多的同事同仁一起在这个餐饮公司里面做工作嘛。那我想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这里也有一个社会责任，我们希望说社会大众吃得开心，那甚至说我们自己的品牌能发扬光大，甚至走出台湾发展到国际上啊。再来就是说我们希望创造更多的一个就业环境，让我们的这个同仁或者是希望加入我们餐饮的同伴都能在这个丹野国际的这个公司底下能够有很好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说还是有差别啊，虽然它叫餐饮，只是说小时候的一个这个想法到现在是不断的这个差很多啦。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柯总能上我们节目来分享他整个经营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年轻人这一块除了当然好沟通之外，其实也让更多年轻人看到说柯总成功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要不断是很辛苦的，要有不断的那个一个耐力来去面对你的挑战，是整个过程并不是会那么轻松。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年轻人，尤其像现在柯总也提到说22K 的问题，如果要去找工作，或是说做不是自己喜欢的一个工作，但都会是一个很不愉快的一个生活这样子。如果想要创业的，有像柯总这样能够愿意去提拔年轻人，愿意去栽培年轻人，其实在整个创业过程里面就会显得应该不会像柯总当时那么的辛苦这样子。所以透过今天柯总的分享，其实让大家更看到更多的一个在未来创业的过程里面，你可能会怎么来去做一个思考，怎么样来去让你的事业能够成就你的一个餐饮的梦。也非常谢谢柯总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观众朋友你的收看，我们台湾经营路下次再会。好，谢谢。